这么多手下，值得吗？成大事者不拘小节。一定要拿回属于我的东西。先皇传位于他，先皇，又拿先皇来压我，我就是不服，凭什么是他？就算选的是你，我也会认。孩儿说，咱们只能打天下，不能做天下，咱们做天下不行，我认了。咱们就应该打天下，他就应该做天下，什么道理？这是天命。天命，我就是不服。谁要杀我，就来吧。大哥，你放我回去，我会求皇上饶你不死的。我堂堂大晋勇士，只会战死沙场，怎么可能像一条狗一样摇尾乞怜？来吧，那就对不住了。Done!
谢谢你替我们求情，保住我们母子的命。你不用谢我，咱们都是一家人。我在车上背了一些衣服和干粮，你们走了就再也不要回来了。没想到夺襄阳灭伪齐，一切可以这么顺的。是啊是啊，这高官厚禄是少不了了，咱哥几个总算可以风光一回了。哎兄弟们，咱们领了赏银，你们打算怎么花呀？我嘛，
就算有再多的银子，也就是在我手上过一下，回去就得交给贵娘。哎，刘伴，你看你，有个老婆替你管钱，你还嘟嘟囔囔的。哎，去去去，我只能把赏银寄回老家给俺娘。我想找个女人替俺花钱，都找不着啊。想找个女人替你花钱，那还不容易啊？杨毛子，我还没说你呢。怎么了？你整天想着小慧，怎么样了？人家不理你了？去你的，别瞎说啊！我啊，整天在外面打仗，总能耽误人家呢，对不对？什么耽误人家？你呀、啊，是搞不定人家。哎，我不照样在外行军打仗吗？不照样娶了贵娘？杨毛子，你呀、啊，上了战场比老虎还凶。你怎么见了小慧跟只小猫似的？喵喵，哎，喵喵！去去去！瞎叫唤什么呀？哎，你也别说我啊，你见贵娘啊也跟个猫似的，对不对？嘿，你说对了，我就是只猫，男子汉大丈夫，敢做敢当，是猫怎么了？切，我乐意。杨毛子，说起心里话，你要是对小慧没那个意思，我回去可就下手了啊！哎，你敢？你看看，那就赶紧抓紧的，兄弟们还等着喝你喜酒呢。就是啊，兄弟们等着喝喜酒呢。放心，这喜酒啊，一定让你们喝的啊。岳云，岳云，啊，想什么呢？不会是想你心上人了吧？简叔，你就别去笑话。哟，看咱们的小银子，不好意思，脸红了。真是的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升岳飞为湖北京西路宣抚使，官阶太尉，赐良田300亩，白银300两，其余诸将协助有功，官升一阶，令各赐良田100亩，白银100两，钦此。谢谢皇上隆恩，臣等定当鞍前马后，誓死效忠。好，朕能够得一良将，圣德连城璧啊！啊，皇上，君民则将贤，将贤则兵胜。皇上能如此厚待诸将，已是江山社稷之幸，黎民百姓之福啊。岳飞啊，这一仗你辛苦了，是时候荣归故里，好好的休息休息了。自靖康之难以来，臣一心只想报仇雪耻，收复中原。臣等将士也唯有一个信念，不负中原，不归故里。岳帅胸怀远大，抱负不小，只是现在正是难得的太平盛世，宋金霸占，相安无事，你此时又何必再挑起战端，扰得天下不太平啊。金人亡我之心一日不死，天下便一日没有太平。金人没有放下刀枪，我等怎能放下？否则等待黎民百姓的便只有屠戮。宋金交战多年，国库早就虚耗一空，岳帅你可算过收复中原需要多少兵力，多少军饷，这些军饷又会给百姓平添多少赋税？岳帅，这些苦难你说要算到谁的头上啊？眼下受点苦难，以后便可国泰民安，所谓一劳永逸便是这个道理。北伐之事还是请皇上定夺。那诸位卿家有何意见啊？皇上，
微臣身为一员武将，征战疆场，马革裹尸，本是理所当然的事。只是刚才秦大人所言不无道理，现在应该是见好就收的时候了。臣以为不然。岳帅连番征战，战功赫赫，加之朝中还有韩帅、张帅等诸路大军，风头正劲，眼下正是乘胜追击、收复中原的大好时机啊。岳帅与金人屡次交锋，既然提出北伐之意，必然是心中有数。倒是秦大人身在朝堂之上，如何知道打得还是打不得呀？除非什么？除非如今日街市上百姓所言，秦大人是别有用心。赵大人，捕风捉影之言，你赵大人却信之凿凿。我们大宋有你这样的丞相，真是朝天之福。你够了。北伐中原，急不在这一时。容朕再想想，从长计议。退朝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哎呀，那些死老百姓每天都堵在门口，害得我出去还得偷偷摸摸的走后门。啊，官人，你别光顾着喝，到底说句话呀。皇上怕是对我起疑心了。起什么疑心了？你说呢？这可怎么办？老爷、夫人，有位自称是郑娘娘的人求见。上茶。来，喝茶。娘，快。哎呀，姐姐，没想到这么些年你经历了这么多变故，本以为跟了战汗可以有个依靠，没想到还是无家可归。大晋现在谁掌权？现在大晋的皇帝对四太子是言听计从。二太子窝离珠呢？大宋想和大晋议和，二太子也是皇帝身边的红人。哦，对了，这封密信他要我交给秦大人。官人，你看郑娘娘这孤儿寡母的，这到底怎么办呢？娘娘，你此番回来有何打算啊？还望秦大人在皇上面前多美言几句，让我回宫中养老。娘娘昔日对微臣有引荐之恩，微臣能帮的忙一定会竭尽全力，请娘娘放心。哦，对了，微臣在城西有一座宅子，比较清静，娘娘可在那里暂住几日，等皇上那儿有了消息，微臣一定会通知娘娘。拜托大人了。慢一点，谢谢你们了。喜儿，爹，你知道该怎么做。
我们这是去哪儿？去一个安全的地方，真乖。解暑，有人出来了。看样子，他们是秦大人养的小妾吧？不是，你怎么知道不是？你看那马夫，一看就是金人。还有那匹马，不像我们这儿的，更像金人的战马。还有那马车，风尘仆仆，轮子磨成了那样。一看就是从很远的地方赶回来的，因此我怀疑他们是从金营过来的。这么说来，秦大人真的和金人有勾结。我看此事一定有蹊跷，玉儿，你马上跟上去看看。是，小心。哎呀，官人，你真打算把郑娘娘送进宫去啊？你疯了吗？万一消息走漏出去，我们还有活路吗？所以我们绝对不能给他留活路。二太子密信说什么？要我抓紧议和。可是皇上现在对你已经起了疑心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老爷，岳元帅求见。岳飞。秦大人，岳元帅，冒昧到访，还请见谅。哪里哪里，岳帅来访，寒舍蓬荜生辉，秦某荣幸之至。初次登门，一点心意，还请笑纳。是纵横，飞若惊鸿，好字，好字。不过这幅字，不是应该送给金人才对吗？为什么要送给秦某？岳帅，难道你也听信外面那些无稽之谈，认定秦某是金人的奸细吗？我希望大人不是。现在举国上下，北伐呼声日益高涨，希望咱们能够摒弃前嫌，共图北伐。只有文武大臣同心协力，才能匡扶大宋。岳帅请坐。在下明日便要启程离开京城，故冒昧来访，还望秦大人理解在下一片拳拳之心。岳帅，战还是和，不是我秦某与你岳飞之争，亦非皇上与金人之争。今日之国乃前朝之音，
各种曲折，实在是一言难尽呐。难道秦大人还有何难言之隐吗？你不必问了。知我者，为我心忧；不知我者，为我何求？总而言之一句话，南人归南，北人归北。我是北人，皇上也是北人，我们要归到哪里去？故地的父老乡亲难道要弃之不顾吗？宋金化合，南北分治，这是大势所趋，你又何必逆势而为？襄阳战役以来，在下对宋金两军之优劣高低已经有了深刻的了解。再者，听说金太宗病逝，内部为了争储乱作一团，此时正是北上用兵恢复中原的最好时机。如果秦大人心向大宋的话，就应该支持北伐。难道皇上就不支持北伐？难道皇上就不心向大宋吗？秦大人，岳元帅，这份大礼秦某不敢收，还请岳帅拿回去挂在家中，那你就什么都有西吗？娘娘，我想您好像应该是听错了，我呀是要送你们归西。你吓人了！吓人了！吓人了！皇上，秦大人带到了。微臣秦桧叩见皇上。秦桧，你可知朕深夜召你前来所谓何事？微臣不敢妄自揣测。来，
让朕好好看看。今日你家中发生如此大的事情，你竟然可以这样镇定，那你说朕是该敬你还是该惧你啊？你卖主求荣，人证物证俱在，你还想狡辩？你把朕当傻子吗？秦桧正想把这件事情奏报给皇上呢，你说。是的，今日确有金人来微臣家中，诱降微臣，为金人做事，可是微臣断然拒绝，并且杀了此人。臣已将此事写于奏折之上，打算明日一早向皇上奏报。皇上，秦大人私通金人，为怕败露，故杀人灭口，还望皇上明察。皇上，微臣忠心耿耿，从来没有二心，还望皇上明鉴。皇上，一封奏折不足为证。秦桧，你还有什么话好说？皇上，微臣自吴国城逃回来这些年，从归德到建康，从临安到海上，无论局面多么艰难又多危险，微臣一直以来都追随在皇上的左右，从未对皇上有半点不忠之心，也从未对大宋有丝毫不义之举。皇上英明，这一切你应该都看在眼里的。皇上回銮临安以来，臣欣慰盛世，得蒙皇上隆恩，微臣得以为皇上效犬马之劳。我们大宋这么多年以来，国泰民安，皇上，若微臣真的私通金人，那我又何必呕心沥血追随皇上？若说有罪，臣最大的罪过就是在逃离吴国城的时候，未等来回儿生与太后，这是微臣终身憾事。微臣一直以来坚持议和，微臣不是惧怕，也不是同情，而是希望能通过议和，有朝一日能将太后銮驾平平安安迎回大宋。微臣之心日月可见，皇上，皇上若还不相信微臣，求皇上，皇上就杀了我吧，皇上。皇上，这几年金寇南侵，黎民百姓饱受其苦，臣力主北伐，目的就是要迎二圣回大宋故土，救万民于水火之中。然而每次与金人交战败时，未见秦大人有任何动向，每到盛世，秦大人便极力议和。皇上，这秦大人是忠是奸，到底是何居心？
还请皇上明鉴。秦桧，朕不杀你，也不能用你。朕不想再看见你。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！秦桧罢相不久，老主驾崩，消息传到了临安，当今天子一听说父亲没了，真是悲痛欲绝，这才又激起北伐之志，马上召岳飞入宫议事。又因为淮西军散漫，刘光世数次待战，皇帝不满，决定要把淮西这五万人拨给岳飞。岳飞一听心中大喜，我岳家军要有这五万人马，就可以杀退金兵，收复失地。奶奶，该吃药了。我能不能不吃啊？不可以，奶奶，吃了药身体才会好起来。爹回来了。爹回来了。奶奶你别动，我去叫爹过来。
等等我呀！你还在生我的气？气我那天爽约吗？放手！对不起，那天我不是有意失约的，我被我爹逼着练武，实在走不开。你现在是岳将军了，不需要跟我说这些，娟儿承受不起。还在生我的气吗？别那么小心眼嘛。是，我是小心眼，我是一介草民，就只配有小心眼，哪敢跟你岳将军比啊！我求求你了，别再消遣我了。娟儿，你知道吗？我在襄阳的时候，心里想的一直都是你。在打颍州的时候，我爬上城头，周围密密麻麻都是伪齐士兵，我杀到一点力气都没有，突然有种害怕的感觉。但我怕的不是死，而是再也见不到你了。我给你买了一个簪子，可是我一直没有机会给你。给。谁让你买这么贵的东西了？我要的不是这根簪子，而是……是什么？哎呀！娟儿，你是答应我了啊！你不是会武功吗？怎么掉水里了？爹，娘，知不知道我找你做什么？孩儿不知。孩儿如果有什么做错了，请父亲责罚。傻小子，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有什么错不错的？我问你，你是真心喜欢娟儿吗？哼，你还真是个傻小子。你也到了弱冠之年，也该成家了。你有没有准备好照顾人家一辈子？娟儿是个好姑娘，你们要真的是情投意合的话，我和你娘就给你做个主，去跟张员外提亲，让你们尽早成亲，也好为你奶奶冲个喜，你说好不好？那太好了，谢谢爹，谢谢娘。瞧你高兴的。允儿要办喜事了。真的，奶奶，我听爹和娘说的。那姑娘怎么样？长得标不标致？是哪户人家的孩子？奶奶，看给你高兴的，就是张员外家的娟儿啊，和素素姐情同姐妹，张员外一直把她当亲女儿看。太好了，哎呀，我能看到云儿成亲，我终于能看到云儿办喜事了。对了，奶奶，该吃药了。我不吃，你看我现在精神好得很。不行，奶奶，你不吃爹又要怪我了。奶奶乖啊。好好，奶奶乖。奶奶吃药。好，奶奶可不能病啊。奶奶要看女儿娶亲，还要看我们安娘嫁人呢。奶奶，奶奶吃药。大哥，只要给我两万人马，潭中地界我一定给你拿下。刘德说话可要算数啊。于大哥，刘于大哥，
恭喜大哥要有儿媳了。恭喜恭喜。这家伙你这狗鼻子可真灵啊，大哥刚说准备摆喜酒你人就到了啊。我这一路上可是闻着你的牛膻味来的。好，梁兴兄弟，咱们自襄阳一别数月未见。是啊，来，哎，请赶紧给我讲讲北边的情况怎么样。来来来来来，喝水啊。好，哎，北边的情况十分复杂呀。自从刘裕被废黜以来，韦廷的臣僚们是离心离德。在民间，迎桓二圣恢复中原的喊声是日益高涨。梁某在河东遇到过不下十数位汉子，他们都是当初大哥给了米粮使之还乡的原委骑兵士。他们回乡以后，把大宋朝廷和大哥的恩德广为流传。如今已经商量好，无论何时，只要大哥去恢复中原，他们定然揭竿而起，响应冠军。嘿，好，太好了啊！好。今年宋金两军的形势有了一个巨大的逆转，金、伪齐先后在川陕、湘汉和两淮接连遭到失败，而我宋军越战越强，甚至可以说大宋已具备大举向北进攻的能力。只要朝廷能有睿智大举之意，收复中原，迎还二圣，可谓水到渠成。大哥，不是我命四喜威风，如今朝廷能战之力唯有我们岳家军，而我军只有不过30000人马，如此以少胜多，以弱战强，这胜败之数实在难以定夺呀。大哥不是也说过没有10万人马就难以恢复中原吗？梁小哥，你久居北地，此间情形你有所不知啊。皇上已经下旨，决定叫刘光世、淮西军50000多人还有3000多马匹全部交岳家军密切收掌。现在连刘光世的部下王德、厉琼等大将也受大哥监制了。嘿，是啊，梁小哥，岳家军现在可不是30000人马，是10万之众了。真的？哎，太好了，收复中原有望了。是啊，大哥，收复中原有望了。兄弟们，我们这10万兵马，再加上梁小哥的忠义社，我们一定能将金人一举赶出中原。对对，在此一举了。对，收复中原。干他一家伙。邀请的宾客着实不少啊，你可别漏了，免得人家怨怼。我不想太过铺张，简单一点就行了。我明白。岳太尉这眼睛还是老毛病，想必在战场上被汗水又侵入了眼睛。襄阳那几场大仗都是大热天，那就难怪了，是汗水导致眼疾加重。那现在该怎么办？大夫，大战在即，你可一定要把我爹的眼睛给治好啊。哎呀，我也是无能为力，这边光服药是无法根治，唯有针灸静养才可日渐恢复。要是素素姑娘在就好了，她的针法可是一绝。哎，眼下呢，我先开个方子，每天喝药，暂时先把病情控制住啊。哎，给，这是方子，一天一天。
在下告辞了。多谢。所谓天时，即大宋后方稳定，内部已安，攘外扶远，事实可行。所谓地利，襄阳六郡进可攻，退可守，是一座坚固锐利之桥头堡。所谓李将军，喝茶吧。圈儿，该叫爹了。臭小子，怎么停了？继续。天时地利人和，所谓人和，金人虽窃据中原，但立足未稳，民间亦存在大量的反金武装，这些都是咱们的优势。老鼠啊老鼠，该来的人没有来，你来瞎捣什么乱？不会是说我吧？秦大人。张大人。秦夫人。请坐。好。三月不知肉味，这老鼠来的正好。秦相国以苦为乐，真是让下官佩服啊。哼哼，秦某一介草民，张大人取笑了。张大人，你突然造访，秦某有失远迎，还请见谅。娘子上茶。穷乡僻壤，没什么好茶，怠慢了。哪里哪里。怎么能说是怠慢呢？是我们这些老朋友做得不好，让相国在这里受苦喽。难得有这么清静的时候，让秦某能好好的想一想这些年来走过的路，也未尝不是件好事。秦相国，现在不是往回看的时候，是应该向前看呢。
秦相国最近朝中有件大事，你可否知晓啊？吾万淮西君现在要更名换姓了，不再姓刘，而姓岳。秦某已不是朝堂中人，管他姓刘姓岳，都与我无关。这怎么能跟你无关呢？这么大的事情，你要为我们做主啊！张大人，秦某已被罢官，就算想管，也是无能为力。怎么是无能为力呢？我们都认为，皇上只是迫于压力，让您暂时休息休息。等风波平息了，您还是我们的相国。张大人太爱了，秦某愧不敢当。秦大人，您就别再跟我们客套了。五万大军，五万呐！要是都给了岳飞，那可得了？事已至此，我也没什么办法。你一定有办法的。你想想，岳飞手握十万大军，要是北上，那你我在朝中哪还有容身之地呀？解铃还须系铃人。皇上，张俊大人求见。朕正在临摹王羲之的《兰亭序》，没有什么要事的话，让他明天再来吧。张大人说万分紧要，关系社稷安危，让他进来。遵旨。宣张大人。臣参见皇上。张爱卿，快快请起。谢皇上。究竟有何要事？臣听闻皇上要把淮西军调拨给岳帅，臣担忧万分，还请皇上再三思后行。朕给岳飞的只是区区五万人而已，何以让爱卿如此担忧啊？臣听说岳家军收复六郡之后，刘光世的皮将力穷才姗姗来迟，之前伪齐进犯淮西，刘光世亦是避而不战，刘部一向军纪不整，他本人也沉迷酒色，其仰威鄙视之行为实难以为用。皇上削其军权，建议示警于诸将，此乃一举多得之举。不过这个时候，我倒是在琢磨，他岳飞以此来弹劾刘大将，将淮西军合入岳家军，是否有排斥异己、壮大自己之嫌呢？爱卿，你有所不知，岳飞并没有弹劾刘光世，相反，岳飞还替刘光世说情呢，说朕应该把首功给刘光世，说虽然刘大帅的兵马来得晚了一些，但他的部下知道有了后援，
就无后顾之忧，所以才取得了胜利。朕要废除刘光世的兵权，并不是一时的冲动。你也知道，淮西军本就骁勇，耗费了大量的钱米，却不能杀敌建功，实在是太可惜了。兵家之事，是和则雄，却国家之耻，整海内之穷。除了岳飞，还有谁能担当此重任啊？哎，爱卿，这是为何？快快请起。皇上所言英明，但作为臣子，臣不得不提醒皇上，如果让岳飞权势过高，人马过于众多，一旦他功高盖主，那便是一发不可收拾啊。臣听说岳飞所到之地，当地的百姓都夹道欢迎，离去之时，百姓泪流相送，依依不舍。臣与岳帅相交多年，自然相信他的为人，只是臣不能因二人之私交而对朝事疏忽大意。举荐岳飞，臣绝不比亲，而上谏进言，臣亦不为仇。正所谓防人之心不可无问，若是合兵成患，这支大军不能为皇上所用。届时岳家军伟大不掉，以岳飞之能，岂是苗阜刘正彦之流所比呀、啊？以岳飞的为人，你认为他会起不臣之心吗？岳飞他功盖天下，却不居功自傲，人品自是朝野皆知。不过他不经商，不知田产，不营造豪华的宅邸，连平时饮食都不超过两个荤菜。每到论功行赏的时候，他总以没有功劳辞谢。臣斗胆要为皇上揣测一下，他岳飞在战场上拼死拼活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迎回二圣，恢复中原。话是这么说的，但人心隔肚皮，外表怎能看得清？皇上您不能不多留一个心眼啊。昔日的周世宗对太祖皇帝亦是信宠有加，可他驾崩不到半年，那黄袍可就穿到了太祖皇帝的身上啊。张爱卿，请起请起。爱卿言之有理啊，只不过朕已经给岳飞下了圣旨，正所谓君无戏言，朕怎么可以朝令夕改呢？还有，用人不疑，疑人不用，朕怎么可以怀疑自己的大将呢？那皇上何不试探一下岳飞呢？如何试探啊？人生在世，无非就是为了财色权这三个字，皇上何不三探岳飞？
云儿，以后你要好好的带娟儿啊，你要是敢欺负她，我可饶不了你啊。来，奶奶，请喝茶。这事儿老太太可乐坏了。慢点。云儿，从今往后你就是个大人了，有家室的人要担起责任来啊，不能再任性胡闹了。我知道。你知道什么？收复中原，迎回二圣。哎呀，这小子，你看你这傻小子，傻孩子，你现在最大的责任是赶紧让奶奶抱个曾孙子，让咱们岳家四代同堂。臭小子，这把劲儿啊！